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南无阿弥陀佛。又到了我们讲法的时间。我前面刚讲完第18章，法身成佛。因为无缘开张的关系，紧接着我要为各位讲第19章，叫恒沙惑境。恒河的沙，起惑造业受报的惑。清净的净，这一章所证以及原因，就是道种智的微妙。这一章也是无余涅槃记最重要的章节。也是无余大波涅槃印的重要的古结缘。大波涅槃印为是非离记，本章就要动用两个，一个是是，一个是非。是非离记为由无常苦空转成常乐我净的古结关键，以及画龙点睛的眼睛。若没有是非离弃，则无常苦空不能转为常乐我净，则所有的修行将要落于断常的两边。现在的事呢，是指证得道种智的微妙；现在的非呢，是指可以断见思惑于前，又断恒沙惑于现在。恒沙惑根源于菩萨因地修行的第8阿赖耶识，阿赖耶的形成为宇宙的形成、人生的起源。但为什么有第8阿赖耶？世间人始终不了解。有一次，在楞严会上，因为阿难尊者出家不久，那么一般10年之内都是沙弥。沙弥出外去托钵呢，前面要有导师引导，就如小牛不能独行，怕狮子虎狼，必有公牛、母牛为之引导。这一天幸好阿难尊者出外，因为释迦牟尼以及很多的大阿罗汉都去应波斯匿王的供养，就今天就无有导师引导，他呢赌牛出外独行，就遇到摩登伽女，这是很有名的大佛顶首楞严经的故事。但是故事中的故事，却引起了一位尊者富楼那密多罗尼子，他听到了首楞严三昧是在讲如来藏，而如来藏
是不坏的金刚法身。阿难也因此听完了这一部经，而度的悟入了法身的真因。富罗那尊者看到这么殊胜的因缘，阿难因为堕入隐习，因堕入隐习而反而因祸得福，佛为之说首楞严三昧王。紧接着富罗那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既然法身遍满法界，而为什么会有宇宙人生？那么山河大地是因何引起的？这一问非常的好，因为里面呢不但解答了人宇宙的形成、人生的起源，以第八阿赖耶为第一因，世尊为他答出了阿赖耶是形成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更要知道，阿赖耶就叫最初一念无始无明，而我们仅止于知道第八阿赖耶是生天生地生万物，就起惑造业受苦三个循环的主要的起源。但是我们却不能知阿赖耶含藏是它的起源，就叫最初一念无始无明。两者表面上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毫无关联，其实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闻阿赖耶识，若不知它是最初一念无始无明，那么全然是够不着边。好，那么最初一念无始无明才有阿赖耶吗？对，就是因心而有阿赖耶，因阿赖耶而有宇宙，因心才有阿赖耶。那心是什么呢？心当然就是指最初一念无始无明，而为有情，异于目识。那么又问，最初一念无始无明，为什么会妄动这一个无明？那问题就大了。它应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生佛一体，生就是众生，就是有情，佛就是如来。那么生佛是一体的吗？当然，请看下面这个记。一叫性觉妙明，本性的性，觉悟的觉，微妙的妙，光明的明，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各位啊，无同意中，此然同意。也就是生佛一体，生佛是不分的啊。现在一听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就知道无同意中已然有了同意了。因为有本觉就会有不觉，性觉妙明，性觉妙明则是我们的如来藏自性守恒，一刹那就是永恒。那么有了本觉呢，就会有能所的，能知所知，能见所见，就会随时有妄动无明的可能。可是这个本觉明妙，它仍然是基于这个时候还是基于生佛是同体的，往下就不一样了。往下叫做性觉必明，性觉必明，
本性的性，觉悟的觉，必然的必，必要必须的必，光明的明，性觉必明，就是我非要问一个到底不可，我非要看一看究竟不可。这个必明，性觉必明，就是有分别跟认识的意思。妄为明觉，性觉必明，妄为明觉。你看，妄为明觉，这个妄最初一念无始无明就出来了。那么也要知道，这个又跟上一句生佛同体。那么现在下面这两句为第八阿赖耶识，最初一念无始无明的。前面还生佛不分，虽是本觉明妙，无同意中此然同意。像无同意中风跟虚空，看起来是一体的，那看起来又好像无同无异，那其中真的俨然是有同有异的。本觉明妙跟性觉妙明看起来好像是同，其实呢是已经有了俨然的差异。这个差异当然还没到妄取无明的这个临界点，临界点一直要到了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这个就动了最初一念无始无明了。在阿赖耶一念无始无明之前，有这样最初一念无始无明，才会有后来的阿赖耶。阿赖耶又分两个，一个是全体宇宙的集体阿赖耶，一个是自己的自性见分跟相分的个人的阿赖耶，而两者也是无同意中此然同意。我们个人的阿赖耶与宇宙全体集体的阿赖耶看起来两者没有差别，但是也是无意中此然成意。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往前追溯到还没有最初一念无始无明，两个重要的基本生佛同源，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来说，它就是我们的金刚法身，仍然要追溯到这一个本源。那么它就是如来藏守恒，而一刹那就是永恒。一旦变为阿赖耶，阿赖耶叫不守自性，变动不已，这就非常的明了。但是也让众生呢因此而迷失了本性，你就是要回到这个本觉妙明上面，其实是很难的啊，很难的。你看初地修到十地才变成平等觉，又回到那个本觉去了。但是从初地到十地也经历了30种维系的生死，才获得登入这个本正这个等觉位，就是十地菩萨才又回复了刚才所说的那个本觉明妙那么这样辛苦受尽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可见呢，一旦进入了迷城，想要回复到本觉明妙，实际上是费尽了非常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本章恒沙惑境正是要动用到生佛一体，心物同源，就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就是最初一念无始无明那么就要动用到这一个它的断证的根本，也就是获得道种智，回到本觉明妙上面去。
因此四就是正的这个本觉明妙，而非就是断除恒沙惑，就是阿赖也是我们最初一念无始无明以来流浪生死中所造的一切业障，变成了恒沙之火，其中的一熟是含藏了无量无边的种子，都要在这个非里面把它断除。非就是断的意思，断哪一个，就是断见思惑、恒沙惑，最后叫根本无明惑，叫金刚语定才能断。我们现在断除这一个恒沙惑，就是本章的主要宗旨。我现在呢，把这个经文念一遍：行沙灰净第十九章，须菩提，地狱险下，那行河中，所有沙，不碎是沙吗？你生世尊，如来碎是沙，须菩提，地狱险下，那一行河中，所有沙，有你生啊沙顶行河。是在行河所有沙小不世界，你是哪会罪吗？真罪世尊，不加须菩提，你啊所国土中所有众生，归纳精心，如来教在遐弥国。如来说众心，该叫非心，是名叫心。啥会才好？须菩提，过去心未确定，现在心未确定，未来心未得。首先，对经文把伊个画龙点睛的所在讲一下，经文中的这个所有沙，不光是沙吗？须菩提讲，我了解，就是讲如来讲是沙啦。须菩提啊，不离口气啊，比如讲。我即马讲金刚经边啊，这条河的恒河内底的沙，恒河内底的沙，有你生啊沙顶的恒河，你生啊沙顶的恒河的啊，你边啊这条恒河，印度话叫做甘加，恒河内底沙是偌济？恒河一条当然知影，这个沙的总数无阿沙会知。我佛讲我唔是咧讲恒河的沙，我是讲这个恒河的沙的总数无每一粒沙，啊，佫变作一条恒河，嘛唔是咧讲。这条恒河内底沙，每一条沙代表恒河有偌济？我唔是咧讲沙代表的恒河有偌济，我是咧讲每一条沙代表一个恒河，一个恒河代表的恒河，伊内底的沙代表的恒河有偌济？一条恒河一个沙，伊的总数目的沙的小。是偌济，沙唔知影偌济，伊阁甲你加一个讲，迄个沙代表的不世界，你生哪会做嘛？你敢知影？为恒河一集变作沙一集，一沙代表一恒河。
的代数代数啊，安尼还阁无打紧。代表的代数的型号，就是遐个迄条符的刷的总数目来代表一刷一型号，叫代数啊。啊，这代数的这个型号，我唔是干阿要问型号了，安尼变几遍啦？一就是型号啊，多就是伊型号的刷，变变作一刷一型号。定型号的变数，刷是代表型号的值，这嘛代数啊。啊，型刷变作型号，就是变数。啊，要怎样变数嘛？无咯，不过安尼真唔甘愿，搁问嘞，是这的型号哦，迄个变小变数的型号。伊个所有个刷数啊，分去啊咯，唔甘愿佫加一个代表代数佫不世界，安尼变几遍？即个讲啥？我讲互你听。第一遍，第一个遍，生不同体，生活同体。叫做啥？第一遍无同于中，七拿同意，无同意中同相同的同意，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其意的意，无同意中此然同意，第一遍，你看它的遍，由性觉妙明变成本觉明妙，这个你看，这个暗中潜伏着变数。第八阿赖耶之前，生佛同体就有变了，有妙觉，性觉妙明，就是佛，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啊，千古一如，万古不变，这个叫如来藏自性守恒。但是一旦这个生的部分本觉明妙呢，它就会有变数，可是还是保持着这个本觉。本觉刚才说过，要到第十地才叫本觉。那么若动用了性觉必明，妄为明觉，那么这一念起无明，一刹那间宇宙山河大地就来了，就这个叫心物同源，这就不一样了。这个心物同源就是现在下面一变再变，沙变成恒河，恒河变成沙数，也就是说这一动用了无明啊，就有三个东西了。记住哦，先有时间，无穷尽的宇宙之间忽然有了时间了，因为动了一个无明，里面就有贪爱，贪爱 就有无明，因为无明才会妄动，妄为明觉就是无明，就最初一念无始无明，这个叫心物同源。看起来是心起了迷惑，叫最初一念无始无明，而为有情异于目视，跟石头矿物是不一样。有情就是有贪嗔痴杀盗淫，贪嗔痴啊，这个。那么有了这一些呢，就是妄造恶业，它就心物同源，就是有心就有一切宇宙的万法，因心而有，这个叫心物同源，不是纯然是物理世界的，这个是错误的。